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第一次来越南，胡志明，是在抖音上认识了一位越南当地的会讲中文的大四学生。他说他要免费当我的中文导游，他现在已经到了我的楼下，我现在去会会他，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前面那个应该就是了。Hello，Hello， 你想去哪儿啊？啊？想去哪儿吃饭？吃饭？等会儿，现在去吃吗？啊？现在去吃吗？那找一个吃饭的地方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呀，我刚跟下来。你饿了吗？你饿了没有？你没饿呀？没饿，那就先休息一会儿呗。喝咖啡呀？啊。哦。可以。对吧？我这个就在这个上面。干。那对。啊？那你们还是去玩酒店也行吧。好，你把车停好吧。等会儿下来吃饭。这是我在抖音上认识的，到这里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然后他还会一点汉语，就是到这边来旅游，正好就他给我当免费的导游，中文导游啊，可以去那里坐一会儿。你的飞机是几点下的？好像是2点多钟吧。2点是越南时间吗？当然是越南时间，我用的都是这个越南时间。泰国曼谷。泰国曼谷。曼谷对吧？你这个中文学了多久啊？我中文大概3年吧，应该是吧。你学中文学了3年？对，3年，因为那时候都是自己学吧。啊。有一段时间我不学了，因为我要学英文。哦，学英文。对，因为大学的要求啊，大学的要求都是要学英文，有英文的证书，就是要 B1 中英文水平要 B1， 这样才能毕业。啊。所以我要认真一点学习英文。那时候没有时间学中文了，过一段时间大概6个月没学中文。6个月没学是吧？6个月没学，然后到时候我去在旺昌，就是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群嘛，有一个群，女学生的群吧。我们女学生在中国的越南留学生，他们分享那些汉语桥啊，汉语桥，对，汉语桥，所以我在那里学习，在锦师范学习了3个月，学3个月，对，就是去专门的学校学3个月，啊，除了这3个月，其余都是你自己自学的，对，就学3个月，然后就靠自学。到现在这个程度，你现在这个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就是我说话完全你都能听得懂，然后你就是如果你讲话的话，只有极个别的可能一些比较生僻的词汇可能不会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语音的问题，就是声调的问题，就四个声调，就是你还不怎么熟练。因为本来我们中国这个声调就4个声调，它每一个声调不一样，它就意思也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，很多外国人就是这个声调掌握不好。那你当时候为什么想着自己要学中文呢？要自学中文呢？学中文这个是怎么说呢？那时候是疫情的时候吧。疫情的时候。对，就是corona那时候啊。我和一个朋友
我们到胡志明市了，但是不能上学，都在房间里面，然后太无聊了啊，太无聊了，然后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旅游啊，啊啊，我就发现啊，中国真的很有意思，很有很多的美景啊，有很多的很上的文化，就5000年的文化吧，啊，然后我了解了。那时候是2020年，对，就疫情刚开始，对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我了解中国，然后我感觉中国对我来说很特别的国家，然后我决定学习中文，啊，更深了解中国这里的。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？就是你一开始。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你对中国不怎么了解，对，也不怎么感兴趣，嗯，也根本就没有去了解过，也没有想着去了解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嗯，看到了中国这方面的什么旅游啊视频啊这些东西，你就突然发现好像这个国家就是历史文化悠久，嗯，旅游景点风景特别美，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嗯，并且这个兴趣能达到你就是想要自己去学习中文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越南的学生，就是你们的教育，教育里面有没有中文这门课程？教育里面，这是高中还是大学？那你就说哪个，就是说，不要说中文专业，就是说你们，就初中、高中或者小学，就这三个阶段。教中没有可能，就是必修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小学肯定没有啊，小学没有。高中啊，对吧？初中啊，也没有。高中有一些专门的，就有。那我知道了，就是你们的国民教育体系里面其实是没有中文的。嗯，我现在懂了，就是你们这种基础教育里面其实是没有中文的，也就是说也不需要考中文的这种。嗯，对。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以后不是还有好几天吗？送一个礼物啊，谢谢。今天刚见面的，好了，我们可以去吃饭。我们去吃。现在带小陈去吃个饭。最后补充说明一下，其实我和小陈在网上已经认识很久了，彼此也比较了解了，但是毕竟没有见过面。这一次他说要给我当免费的中文导游和翻译，其实我一开始还是持怀疑态度的，我怕他是个骗子。但是见面了以后，就是彼此都还挺坦诚的，聊得也很愉快，所以他能给我当免费的翻译和导游，说明我们俩的关系还是挺到位的。在此特别感谢小陈呢。